冲个凉啦，换件衣服，吹一个头发，然后才走进36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们要记住啊，脚踩到大便啊，就不要再走啊。为什么那么臭啊？我踩到什么哈、啊？整间都臭，意思明白吗？这个就叫做过大运。我们过运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，倒霉啊，放心，洗得干干净净才过去，要倒霉都不容易啊。车本来要撞到我的，倒霉嘛，我下嘛，丢一啊，这样子，好，懂了吗？这个叫做过大运。先听这个，先听得懂先。所以你们到了那个危险阶段了吗？5年，刚刚好要到，或者是你，我忘记了，谁呀、啊？从这边要跳来这边的那个啊，你，对不对？你的谁？对啊，从这边要跳来这边的，这边要跳来这边的，也是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 make sure 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对的。好，要做什么呢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冲凉了。换衣服了，弄干净了，因为它不是整年，它是5年5年，对不对？5年的开始，还有第6年的开始嘛。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也有一天是真正的开始。那你们是不是想要知道哪一天？对吗？好，记住它的哪一天是。大致上都是每年的那一天，大概啦，有时候 plus minus， 就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，大家看的是这个字和这个字，你们的字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写什么，我不懂啊，不会读吗？有谁不会读？每逢这个或这个这两个字会不会读？会吗？不会哈，会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会吗？来，就是一定是天干这个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天干很多东西要学的，啊，是不是这两个字啊？其中两个啊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啊，这个不要给抢，这个不用写五行了。所以，讲师、老师、大师要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啊，好，来，这个，你们啊，对对，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哈，蓝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记住啊，两个字哈，两个字哈。这个字的人举手。你不举，我抓到我咬你。sorry， 我的本性又出来了。好，有吗？旁边写一个字 ，four， 哦，或者写喜，或者写 amber， 有没有？小了哈，好了，来这个字的人。好，写五。这个字的人写六。这个字的人写七。这个字写八。这个字写九。这个字，这个写一。一，这个字，这个字写一，这个写一，这个写二，这个写三，你猜这个写什么？十，零，对了，零。好，写这个字的人举手，举手。这个，请问，这个。和这个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？是。对了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一起。明白了。啊，因为他隔五年嘛，隔五年。
各五年。好好，这个字的人举手。是啊。我的刀呢？这是是啊。好，来跟这个是不是在一起？对，啊，啊，这几号？九，懂吗 ？OK， 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管，写就对了，啊，写就对了，写了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等一下你就会，哦，这样了，你哦很大声的，不过没有写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写好了吗？写好了吗 ？Problem？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认识二，二对，什么？人水的人，这对对对，写二，你哈，你哈，你写二啊，对，写二，写了吗？你呢？后面这个，你是鬼哈，写什么？三，写好了吗？你要去拜拜去，叫他们下，不要吵我。福建叫还流，啊，好了吗？写三了哈，三了哈，啊，有没有？那么你这个是不是在跟你一起？你写什么？他应该写什么？八。八，哎，为什么讲啊？啊啊，那不是这个，只是这个怎么读？只是告诉你它的顺序而已啦。啊，这个是啊，等一下。写好了吗？谁还没写的？这个就是你们的年份。好，来打个比方，如果后面写一的，1991年你的运就开始转了，2001年你的运开始转了，2011年你的运开始转了，2011年你的运开始转了。你行，你行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的学生算万呢、啊？就是这样啦，知道你们的 pattern 的哦，连那个哦我都知道。所以哈，我们的运什么时候转，就是你们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就知道啦，不用烦了吗？啊，那么有没有人的写着 seven 的，那就是今年转哦。啊，加拉拉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但是。最开心的是写着八的，哎呦 ，next year 等转，我今天可以学啊。最闲的呢六，哇，要等很久啊，六啊。啊，不用紧，还有多一个五年吗？啊，总而言之，没有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啊，那个1995听得懂吗？1995五站在什么数？个，对不对？1985。五站在什么数？个。八呢？十，对不对？九站在什么数？百嘛。1985的一站在什么数？千。个十百千，对不对？对了，你们写的那个叫个年数，就是年的后面那个字，如果一看到就是你的 highlight 了，注意你的运要改了，知道吗？你写什么？这是什么来的？三，这个嘞？八，对，所以你的明年2018年开始要改了。Good， 啊，做前面最不好的就是直接丢盘。OK， 啊，懂了、哦，懂了哈，拜拜哈。啊啊，什么？我是丙或者辛，丙是三吗？辛是。什么意思？四五，不是啊，这个是四，这个是五，这是六啊，六，啊，不要问，写六，乖，六，哎，对，对啦，你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明白。明白。什么不明白？哪里不写了吗？写了，好好。这个啊，根，根，根是零，零，零零，不是十哦，是零。好，你写好了吗？写好了。
你那边写几号？五跟零哈，听清楚。2015年你的运开始转了。2025年你的运开始转了。2035你的运开始转了。2045你的运开始转了。2010你的运也有转。2020你的运也有转。2030。哎呀，这不懂说到懂，后面还懂不懂？还不懂？来，你是几号？几号？四六。你的为什么会四六？各五年呢？你是来，没有关系，是什么字？哪个字？甲。甲是四啊，是对啊，四五六七八九嘛，应该四九嘛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四和九哦。2014年，你的运开始改了，懂了吗？2024年也改，34年也改，44年也改，54年也改，明白了吗？2064年也改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九，1999也改，2009也改，2019也改。2029也改，2039也改，只要后面有9就改，只要后面有4就改。为什么那个9是要求9？不是要求9。 OK， 好，你要我就说2咯。只要后面年数的号码后面是4和9，你的运就开始改。懂了，怎么知道？只是说开始改而已啦，啊，就像我们说的，啊，你去那边就有 bus stop 了，有没有去我的家的？不懂了，你去看看啦，啊，这样子啦，先知道 bus stop 在哪里啦，好不好？现在最重要是一件事，你要懂得，1994我的运就改，2004我的运就改，2014我的运就改，就这样，后面有个四的就改，后面有个五的就改，这样子啦，看 depends of 你们啦，理解了吗？现在我们又开始这个了哈，明白了啊？好，来，所以现在你们终于懂这两个字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懂不懂？好，现在说这里冬至，你不要写冬至，他冬至，你们没有冬至啊？你不要乱写啊 ，OK。好，年懂了吗？几时改运懂了吗？但是问题是几月啊？对不对？人就是贪心的，你跟他教他年了，他要月了，啊，月了呢，等一下又问我几日啊？啊，好，所以几时改不是几月改，几时什么时候？这边写什么？会读的吗？立秋还有吗？来，我们一个一个从这边开始读。立冬。立冬，你。金池。金池。立秋。立春。小雪。小。小啊。小满。满种。满种啊。满种啦。满种还不种嘞。啊，英文派就是这样啊，英文派不错了啦。来，立春，立春，不，雨水啊，不懂为什么不懂？那个，你很重要了嘞，你懂吗？你就等于是买一个电话来啊，你懂了这个是 charge battery， 你电话就可以用了以后啊，来 ，very good。这个 OK， 这两个字啊，第一个字，哎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晚上出来，猫啊，哎，对啊，你也可以画一只老鼠了。以前呢，我说大鼠的鼠哦，我告诉一个同学，他也不会读，我跟他说这样，他说算。
大蒜。到现在微信我每次我忘记他是谁，我就是那个大蒜啊、哦，就是了。对哦，这样也是算了。我是数钱的算钱。OK， 好了，明白了，大家一定要懂那个字啊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那个季节啊，要买通胜啊这些啊，才能看到那个季节是在什么时候的。好，你们先挂着，知道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字才重要。后几天，如果说它的是雨水，对不对？雨水后几天，他有写当天的没？零啊啊，零的当天对了、哎哎。你要说零吗？他们跟不到嘞，你那么快，几天？